Excuse-moi, est-ce que je pourrais avoir un autre verre?不好意思，我最近这几年全部都在欧洲，国内的娱乐情况我不是很了解。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刚出道的？你是唱歌的还是拍电影的？你说出门走到哪都有狗仔对你们夸夸夸一顿乱拍，隔天就上头条。我肯定也找保镖。哎，你说这帮狗仔，你说这边是不是闲的呀？你说。 合个影呗，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可以留个纪念。等我以后知道是谁了，我就告诉别人，我先跟你坐同一班飞机。快点，快点，帮我签个名呗。 干嘛呀？落地了，我要下飞机。我现在要喊救命，说你们绑架，知道什么后果吗？知道。那你大声喊呀！你牛，你最牛啊！我跟你们回去。 刚才在飞机上喝太多酒了，没控制住我自己，跟你造成困扰了，对不起啊。是我被绑架了，需不需要帮你报警？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欧氏集团的安保部主管蒋一龙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欧阳。 我们只是遵照他父亲的嘱咐，把他带回家了。啊！不好意思，误会，我误会。你们忙，当然了。